Hello， 大家好啊！今天顺德第一站，太激动了。而且今天这家餐厅大坝子，说提前一天订的，而且必须早上9点开始打电话，如果没订上就没了。订上的话，第二天就能去吃。所以，咱们今天要吃什么呀？就带吃的。第一站，正宗顺德桑拿鸡。哎，咱们一开始在北京拍的那个桑拿鸡。反正我看图片一样，完全不一样。欢迎收看价格大侦探，我是摄影小哥大霸子。本系列探店内容将由我和大翔哥轮流挑选餐厅，用餐结束后我们会根据以下规则进行猜价环节，并且大翔哥会单独拿出本期菜品的全部价格捐赠给爱心慈善基金会。今天究竟是谁请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新新饭堂家的感觉，服务大家都看咱们是不是那个？哎呦，慢点！你好，你约的那个两位，好、啊，这里也可以，这里吧，这里啊，哎，这个好，这儿好，这儿好。多人看我，好尴尬。什么叫男人酒？男人酒，喝完咱俩晚上就成真男人了，死问开大了，红了。算了吧，不想跟你开大。我又不跟你住一屋，你给我点一尝尝。你们需要那个男人酒，难喝的不？很难喝的。那先来一两吧，咱们首先桑拿鸡的鸡肉，一点红薯，说是红薯尊的冰激凌，然后这是平菇，这是黄瓜剁的段，这个是什么碗呢？猪肉丸，猪肉丸，谢谢。哇、哦，一半平菇，一半红薯，上边鸡肉，味道一盖，清远鸡哦，清远鸡哦。你们要不要吃辣的？要，嚯，谢谢，男人酒。这一两也不少呢，好家伙，感觉很神秘啊，特别浓的那种中药味儿。哎呀妈！你知道这是什么味儿吗？什么味儿？就没有酒味，只有中药味儿。那是小时候医院给你开那个大药丸子，那种药丸子味。里边蘸料啊很简单，葱姜酱油，然后喜欢辣的喝了点小米辣。小爸爸，我太六分钟了，好像还上面冒鸡油呢，看太爽了。我先尝一小口原味啊，看有没有味儿。有咸淡味儿，这比咱北京吃的好吃多了，嫩多了，是吧？我无敌呀、啊，哥们儿，这太香太嫩了，我是不是可以盛碗米饭呀？可以。哇，这回家吃，自助式盛米饭啊、嗯，来平菇尝。带着鸡油的香，嗯，这个我感觉以后我要跟别人来顺德，我一定会推荐他，或者跟他一块再来吃。这个鸡真的吃着不一样，不一样，好嫩，嗯，然后又特别香，而且它这个鸡是葱跟姜一块腌的，因为葱香跟姜香特别契合，它蒸的这个，再加上它腌制这个味道，配上这个酱油，还有这个小米辣，哇塞！它这个鸡皮是那种脆的，油呢不是腻的，是那种滑香的。鸡皮我觉得也就炸着好吃，或者烤焦了，但是这种炖的、蒸的，是头一次吃这么好吃的。这是我们追加的鸡翅，然后追加的鱼饼，哇，这也好香啊！这个鱼饼特别的 Q 弹软，边吃边分泌口水。它这是煎的，外边并没有那种脆脆的焦脆层，但是是那种微酥的表皮，然后里边不知道搁的是什么香料，是那种特别清香，有点香草的那种香，好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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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尝尝鸡翅，这个鸡翅好小哎。
嗯，和蜂蜜烤的，好香！哇，这鸡肝哎，这好好吃，特别的鲜。它很多鸡的鸡肝，包括很多日料烧鸟店，它做那鸡肝，你烤完要是稍微有点凉了，它就是那种发腥的。这个现在温乎吃，就是那种腥臊味，就是不好的味道，是一丝丝你都感受不到，只有那种肝醇厚的香，哇！鸡翅是不是蜂蜜弄的？没错啊，嗯，有甜味儿。这男人酒不行，我跟喝药似的，这大郎在喝药。我点个别的酒，尝尝他这个叫什么？红薯。不知道是不是出来玩高兴的加持，今天吃的是我目前价格大侦探包括北京篇全篇最舒服最爽最越吃越香越饿的一惊。它这个汁儿也百搭，蘸什么都好吃。哟，谢谢地方酒，这色儿就正常多了。这还挺好喝的，甜的，但是酒精度挺高的啊，挺辣的。嗯，评价评价，它是鸡，真的就食材太好了。嗯，就在北京吃不到这种鸡，真是。我都怀疑我原来吃的清远鸡都是假的，有可能。它这个鸡油主要是太香了，它那个香不是那种腻的香。嗯，应该还好吃吧？太好吃了呀！我靠，北京吃不着这种鸡。哎，六分钟就可以吃。好喝，六分钟已到，哇塞，这吃法我还真也是第一次见啊！把这个猪肉丸搁在黄瓜段上，然后它这个虽然是猪肉丸，但它这个也是里边富含汁水，滴在这黄瓜上，哇塞！我要先不蘸东西，直接尝尝，因为这看着太鲜了。啊、哦，好烫啊！黄瓜更烫，主要是黄瓜烫，刚蒸出来的。嗯，哦，好好吃啊，真香！它这个黄瓜本来就是那种挺吸味儿的，然后把这猪肉丸里边这个肉汤、肉汁儿，这个一蒸往下一流，进了这黄瓜上，黄瓜都有肉香。然后这黄瓜蒸完呢，它就不脆了，但是也不是那种软烂的，而是刚刚好的时间蒸完，是软中带一些硬的嚼劲，好吃。这次蘸点我的酱汁儿，哇，它这个猪肉上面还有玉米粒儿，它用的是甜玉米，所以玉米味儿还挺浓、挺香的。这已经达到美食的最高境界了，越吃越饿，好吃的吃不饱。我要这个给你吧，我要先让你抢，别忘了就霸王之势。哇塞！哇，这下边这么多东西，怪不得这么香呢。这肠，这是鸡肉、甜玉米、胡萝卜，吃吃吃。我靠，这更嫩，这比蒸的嫩的一倍，入嘴即化那种嫩。尝口胡萝卜，嗯，好吃好甜。吃你小碗米饭，我不再盛第三碗了，我和点汤试试。鸡汤泡饭，来勺盐，把米饭拌一拌。哇，它这个汤鲜中带甜，甜来自那个胡萝卜跟玉米的甜。这鸡汤太香了，太浓了。哎呀，这给我来一勺。哇，哇，好舒服啊。喝完汤有点一甜份儿，又有点饱意了。这不就是说的工匠精神吗？
做鸡做一辈子，你不开连锁店，你就踏踏实实的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别说什么他们的工匠人，就是咱们也有很多这种匠人精神的人在做一些他们热爱的事儿，只不过呢，没有那些媒体去给他们吹上去，这仙人那仙人，这工匠精神那工匠精神，中国真的这种人太多了，太多了。尤其是那种非遗传承的那些匠人，对对吧 ？OK 啊，酒足饭饱，今天吃太爽了。作为顺德第一站啊，非常的圆满且开门红，价格写好了，废话不多说，直接开拍。咱们这个清远鸡套餐128，这个套餐实际价格78.8块。那你有鸡，有猪肉丸儿，有地瓜，有青瓜，有平菇，有拍黄瓜那小菜儿。然后还有茶味、白饭、柠檬水，这都包含在里面，都包含在这个套餐。鱼饼我差26，实际价格28。哟，这个正常价格啊！这清远鸡这为爱发电的，搁这儿鸡翅我也才26，实际价格25。哟，这俩多准啊！这就是他要不为爱发电，我今天拿捏你了。9。我又不说两种了，就一两都10块钱。避风酒，18。啊。男人酒，150。什么玩意儿？150。一两。对。1500一斤。点了你还不喝，全给我了。我说你怎么当当当干那么高兴啊？要这以前不好喝，你肯定不喝了。主要我知道价格，所以有价格加持，好喝好喝。你大爷，那完了，我这总价200，太低太多了。我实际结的总价是299.8，相当于300块钱。好家伙，33%，一两酒正好咱这餐费的一半。OK 啊，因为误差在33%，所以今天我请客。同时呢，今天的300元餐费啊，我们也捐给了爱心慈善基金会。最后做总结的话就是啊，这家清远鸡真的是太绝了。如果你不是那种特重口、喜欢重油重辣的话，我觉得都会挺喜欢的。食材完美的同时，调味也好，而且这个定价，我觉得真的有点慈善。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来这家吃，你得头天早上9点打电话预定，不然有可能来这人没开门，或者说排大队。吃不上，不会。那么您视频到底如何选择新的话，就订阅我们，下期再见。